谢谢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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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我丈夫在这边做，所以我现在来做的真好吃，真的好吃。那他等到明年才有了。啊，不行哦，不行哦。手工做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外包的还没有来。那就是，他是可以接手机、Android 或者是那个。越密集越好。我有一个大姐是两回事。什么？我觉得我哇塞，我还可以。我拍下。哎，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圣诞市集，然后请大家把家里没有用的东西，或是有些手工艺品，然后拿出来这边当一个市集来卖，然后同时这边也有一些卖客家的美食，还有一些饭团，也有卖吃的，然后欢迎大家来逛。哎，我叫 Leo， 我们是多伦多台客帮，对。什么时候成立的？大概目的是？台客帮是。2022年年初的时候成立的，然后到现在大概快要两年了。对，过去除了这个有什么活动？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，我们有爬山呐、啊，然后郊游，然后最长的就是每一个月都会有固定的聚餐，然后我们同时也有一些讲座。谁都可以参加，还是有一定要参加？大部分是台湾人，但是我们也欢迎所有在这边的华人，然后中文的社群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。好了，大家都吃了。啊，喂，开始叫。我们要吃了，有没有吃了哈？你看他卖完又还要来检查一下，没有吃，没有吃啊，浪费食物了。好，你吃。结果恁外头办的啦。哎，你那个已经有些创意了。有这个板砖呀，砖呀。来吃，来吃，有很好。哎，这个这种的那个板砖。